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等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婚姻线短且淡者，对感情和婚姻的态度都比较淡漠。有这样手相的女性，一般性格独立，注重自我精神的满足，对两性关系看得很平常，在感情上比较懂得自我保护，在谈恋爱也不会很深入交流，但不会随意玩弄感情，所以时常给人一种非常薄情的感觉。他们对感情婚姻保持着可有可无的态度，也有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独身主义，终身不嫁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